在新竹竹北有两名员警，一鸣记的时候呢，骑了警车巡逻，没有想到停等红灯时，却发生了自己人相撞的意外事故。这尴尬的画面呢，全部都被后车的行车记录器给拍了下来。本分局昨日执行一鸣记勤务，稽巡同仁负责注意周遭的可疑人事物，在前面停等红灯时，后方的同仁未注意到前方已变为红灯，故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同仁。后方员警疑似没有注意到前车路况，直接像撞球一样把同仁撞倒。被撞的员警四脚朝天跌坐在地，之后呢，他默默爬起来走向肇事警车旁，这表情看起来是有点难以置信。两台警车撞在一起，这影片呢立刻在网络上疯传，有网友说这根本是往内互打，还好人车都平安。